欢迎咱们提莫参加每次那个汉中和平熊猫节，也非常开心啊。就是准备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，您第一次来到咱们和平汉中和平，你的印象如何？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的美，山清水秀，然后又特别的安逸，特别的安静。而且常年温度就是夏天很多温度都是22度，来到这里感觉特别的就像大自然，不用开空调都可以很舒服，所以呢静美和平，名副其实。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汉中这个地方？之前我是在电视里面看一些电视剧啊，还有电影，像三国里面会有一些了解。我跟家人一起看过电视。来到咱们汉中和平，有没有尝到什么特色的小吃？那我刚刚吃了面皮儿，还有和平三香，还有菜豆腐。对，这是我们汉中的特产。对，很好吃。那有没有知道咱们汉中和平生活着一个秦岭四宝？你知道哪四宝吗？好像是大熊猫、金丝猴。对，会的，对了，两个小象，天上飞的那个猪环。对，还有一个羚牛。对，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我汉中还是很了解的。之前做了一下功课的啦，而且大熊猫确实有一个熊猫谷嘛，我知道，希望大家都能来玩。你自己本人喜欢大熊猫吗？我喜欢大熊猫啊，特别可爱，特别可爱，萌，而且是国宝。行，谢谢你。没事，谢谢。